叫你升天，挡我路者，斩！一、二、三，这里就是如此残酷。君子藏器于身，待雪山一谷，归失物。就是此刻，得罪了。起！这一刀，让你升天！这下为了东吴子民平安，为了江东之地，这一战赢定了。下飞将军的气势吧！下次是我要赢。